也不在这儿啊。二师兄，啊，你看见昭昭了吗？刚才看到昭昭背着个布包出去，好像是去买东西的。啊，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回师兄，正过午时。不好！怎么，面对炼气九阶的我，不敢动？哼！大师兄，别太勉强了。放心。他们现在不也没动吗？可是我们真要打的话，哼，我气势越强，他们越怕，自越咋呼。至少先帮大师兄疗伤吧，一会儿要真打起来，对大师兄也能更有利。大师兄，你的屁股喷血好厉害啊。师弟，先不用帮我疗伤，封住伤口我也能。大师兄，血止住了。谢谢啊，周周。哼，别被他唬住，我刚才看得很清楚，那些暗器他根本没打掉几个，为了护那小鬼，恐怕是全扎在他背上了。对，我们上。炼气九阶怎么了？咱们三个炼气八阶一样干。炼气九阶连几根银针都躲不过，向来逍遥门的人都是三脚猫的功夫。四师弟，跑，别回头。大师兄，快跑！我来拦住他们。二师兄，二师兄，你快来呀！各位，我师弟已经走远。希望诸位师兄弟能行个方便，未来江湖上也好再见面。行个方便，好啊。那得看你的本事了。各位英雄有话好说，武当弄枪的不是君子所为啊。哎呀，怎么还砍呢？靠，这还是同一个人吗？刚才我师弟在啊，我怎么着也得装个逼吧。刚才那个逼装的怎么样啊？竟然敢骗我们，看这！我饶命啊！要死！各位英雄，放过我吧！废了他！哥们别跑，站住！他在耍我们！追！多亏了雨八戒平时切磋有方，才练就了我一身无敌的逃跑功力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到底要追我到什么时候啊？就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也打不过你们呀，你们也追不上我。不如我们就此别过吧，多多的清闲。靠，他怎么跑这么快？怎么追都追不上？是啊，我都快跑不动了。这家伙怎么到现在都不减速？难道现在我们有什么独门秘法吗？这口气必须涨，他也只是跑而已，看样子估计也快不行了。今天这个面子不能丢，追下去弄死他。不行了，流血有点多，快撑不住了。果然快不行了吧。强弩之末，看我的。不好，这个节奏，难道我要死了吗？我这个配角死得也太早了吧。这是什么？走马灯吗？看来我死定了。